欢迎来到 1+L 莱摩尔公司，自动化控制和检测技术领域的世界领导者。 1+L 莱摩尔公司在全世界拥有15家分公司和超过1200名员工，一直致力于研究和制定解决方案，用于满足在纺织、无纺布、片材加工、印刷、包装、轮胎、橡胶和造纸等制造行业中日益增长的工艺需求。1+L 莱摩尔公司的历史能追溯到1919年，曼弗雷德·埃哈德先生和阿尔伯特·莱摩尔先生奠定了公司今日全球产业的基础。公司在众多工业领域中长期保持了创新和技术领导的地位。如今，这个家族企业在汉内洛·莱摩尔夫人和米歇尔·普瑞勒博士的管理下，已经发展成为全球最领先的制造商，在连续性材料加工和检测技术方面提供最佳解决方案。在 1+L 莱摩尔公司，产品研发是管理层的工作重点和理念，确保其成功的关键是不断学习、交流经验和拥有高素质的团队成员。在一项产品推向市场之前，每一道工序都需要在细节和精度方面进行严格确认。在 1+L 莱摩尔公司，我们清楚地了解我们客户需要什么，从而知道必须提供能确保客户顺利生产的产品，操作简单、功能可靠和维修便捷。我们按照客户的需求进行研发，并生产出具有稳定的软件、最新的技术和高品质的产品。为了保证产品的品质，我们会重视每一个细小的环节，因此我们产品的所有核心部件都由公司内部生产加工，最好的原材料、生产细节的高度关注和经验丰富的工人是 1+L 制造质量保证的坚实基础。每生产出一个零件，我们的工作人员就会立即对其进行全方位的检查和测试。公司以最先进的精益生产模式运行，给予每个工位最佳的环境，以达到产能最优化。数据足以说明一切。奥古斯堡总部在过去30年生产了100多万个部件及65万多套系统，如张力检测控制系统、材料导正系统、卷曲和边沿控制系统、材料裁切和展边系统、转向滚导正系统、导向框架、网带导正装置，以及为印刷图像和产品表面提供高现代化、个性化的检测方案。1+L 莱摩尔公司为客户提供了许多量身定制的解决方案，致力于优化客户的生产效率。经验丰富的客服人员提供遍及全球的服务。1+L 莱摩尔公司的服务网页能提高用户在加工过程和检测方面自动化设备的利用率。1+L 莱摩尔公司提供培训、安装、测试、保养和现场维修的服务，通过互联网或电话的远程诊断，也可以提供更快速、直接的解决方案。我们不仅为我们自己的员工提供定期的培训课程，还可针对性地给客户提供需要的培训，使其能够掌握如何安全熟练地使用莱摩尔整套设备和零件。现场调试不仅能确保我们的产品和生产工艺的最佳配合，也能提供给用户技术应用和熟悉的机会。 1+L 莱摩尔公司的另一个无与伦比的资产是来自世界各地高素质的员工，主要成员是来自公司每年组织的学徒班的年轻人，他们中的许多人都能优秀地完成课程或培训，同时也选择留在莱摩尔发展其职业生涯。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罗马尼亚、加拿大、美国、墨西哥、巴西、
印度、台湾、中国、日本。一加 L 莱默尔公司精通您的语言，欢迎莅临一加 L 莱默尔。